看一下老的啊，在老的里面我们来看一下，他点击的时候去看一个页面，是不是用户可能看这个姓名感兴趣是吧？好，网上大展的马路改为停车场，北京两年之内，大家看啊，当咱们点过之后看颜色是不是还不一样啊？比如说我点点北京两年内什么迁出1200家工业污染企业是吧？啊，这个还是有点少，要不然雾霾不会这么重啊。看一下是不是都是清明扫墓啊，对不对？好，这是假数据啊。当咱们回过头来再来看一下，再来看一下数据，是变灰色了，说明这个姓名是不是看过了，给客户一个提醒是吧？啊，给客户一个提醒。啊，那现在这个业务逻辑呢，其实也很容易，也很容易啊。咱们从上往下走啊，首先我要给他添加点击时间吧，点击时间，那就是给这个16添加一个点击时间。我们找到我们的详情页面事件的代码 ，hello， 找到我们 init 和 event， init event。好，在 event 的 int 呢，给这个添加啊，给16添加列表点击时间吧。啊，16添加atom 点击时间，点击时间。好 ，lv new date 点 set on。atom collision 是吧？又一个 on atom collision 的，好，可能一那个导包是吧？可能 shift 加 o 导包，然后可能一生成抽象方法。好，那这里面就是什么呢？点击新闻，点击新闻。那点击新闻我们应该干什么活？是不是打开新闻啊？好，打开新闻。好。整体就是点击新闻，打开新闻。那你打开新闻，总要给它传递新闻的，是不是新闻的 URL 啊？传递新闻的 URL 数据。那新闻的 URL 数据有吗？看这个监测数据啊，哪个是新闻的 URL 啊？我们看这个数据是新闻的数据部分吗？那新闻的数据部分，看这里有没有关于新闻的 URL 啊？这个是吧？这个是不是新闻的 URL？ 看是不是啊？右键啊，直接把它拷贝一下啊，好，直接把那个地址拷贝一下，复制一下，然后呢，通过浏览器来打开，把你们再打开一个新的界面，好，给它扔一下啊，这个把 IP 改成 localhost， 啊，这个10.0.2.2是模拟器里面访问啊，在浏览器它可识别不了，是不是清明扫墓啊？对不对？其实每个新闻里面是不是都是这么一个 URL？ 你看到没有？这是什么？看后缀啊，7266288是吧？7266随便找一个，是不是还是7266288？是不是啊？好，这是编辑新闻，也就是说，每个网站里面像腾讯啦、网易啦，这些新闻工作者呢，他就编一个网站，他就把 URL 给你了，是不是啊？就是动态去连接，动态去看新闻，其实呢，他们也经常出错啊。包括腾讯新闻，我看新闻的时候经常看到的出错啊，我点击明明是个标题，链接的是另外一个内容，是不是？有没有见过？所以说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第一大互联网公司是不是也会报错啊？也会有失误啊。当然这个失误，这个从技术角度并不难，只是人员的失误啊，所以说他应该把这个失误给弥补一下，否则的话影响大公司的形象是吧？啊，办公室呢，这个每一个细节都会影响到公众的关注，是吧？现在我获取新闻的 URL， 那我应该干什么？是不是先获取点击的数据啊？好，获取当前点击的数据，一步步分析啊，获取当前点击的数据。首先第一步，数据我先获取一下。那我获取当前点击的数据，从哪里获取啊？是不是从咱的容器里面获取啊？好，容器里面获取，从容器里面就是 my list news 是获取一下，点 get 方法，是把那个 play 传递过来，是不是？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因为咱们这个 list news 是不是有下拉刷新头、下拉刷新尾啊？所以说这个位置是不一定正确的吧？这个位置不一定是正确的，这个位置不一定是正确的。那为了判断一下这个位置从哪里开始，其实也很简单，你自己做个测试就行了，你也没必要去记。啊，直接做个测试，打一下这个 play 就是点击的位置，点击的位置，我只要点击第一条数据，看一下它的位置是多少，我就好写代码了。好，我们来测试测试啊，运行，清空，
好，打开新闻，现在呢我点击第一个项目信息，把它清空下，我没点。是一的位置，那我现在点的是第一个新闻，它显示的位置是一，那应该怎么办？是不是该减一啊？是不是该减一啊？好，左下角这个应该是减一，因为第一条条目从这个容器的角度，它是不是第零条数据？是不是第零条数据？因为它有下拉刷新头的添加了，是不是？是位置发生变化了，位置发生，咱们在讲世界的时候 get first plane 是变成轮廓图了，轮廓图是改第一条数据，对不对？好，这就变成第二条数据，一定要减一啊，这时候获得新闻数据。那你获得新闻数据是不是才有可能获取到的 URL 啊？啊，就是你又是点什么呢？新闻的 URL， 从这里看一下啊，这个属性叫做什么来着呢？叫做 URL， 是不是叫做 URL？啊，这是新闻的 URL， 就是 URL， 好，可能一，还有一个局部变量，啊，这是 news 的 URL， 好 ，news 的 URL， 这是新闻的 URL， 那现在我新闻的 URL 就获取到了，那我要想看新闻，是不是就打开一个界面去看新闻啊？好，打开新的界面，咱们用 activity 来做一下，你看咱们智慧屏和手机卫视完全不一样，咱们其实现在主要是三个 activity， 是吧？啊，这个还是测试的，是吧？啊，其实咱们总共四个 activity 就搞定了。好，这时候咱们再创建一个 news 的 detail 详情吧。啊，详新闻详情的一个什么呢 activity。好，让它继承于咱们的 activity 组件。好，分析一下。好，现在呢，我给它做一个复制，然后呢，去打开这个清单文件，给它先注册注册。啊，这个 activity 就很容易找，而且权限是不是也不多啊？啊，不像手机卫视一大堆，光清单文件都够你看的了。好，现在这个就很简单了。好，把它加载，加载完之后我要做一个链接。啊，链接之前呢，我先对它新闻数据先做个简单的处理啊。啊，这是新闻显示的界面，新闻显示的 activity。好，现在我做一些基本的操作。首先呢，我做一个界面 ，onCreate 方法 ，onCreate 方法格式框架啊。然后呢，我在这里拿个 initView 可能一创建这个方法啊，这是初始化界面。初始化界面首先拿个什么呢？布局文件是吧？好，布局文件。把这个布局文件呢，咱们先粗略的先创建一下。等一下咱们再来看一下新闻的布局文件应该怎么去写啊。好，又有一个布局文件，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 activity 打头了， activity 叫做 news detail 详情界面。好，这里我再写了个线性布局吧。好，那我给它拖个 list view test view 过来，然后改个文字啊，它是新闻的页面，新闻的页面。然后我先做个链接，看能不能调通。现在我找到这个界面，把这个布局给它 r 点 layout 点这个 activity news detail。 好， news detail。 好，现在我先看一下能否调通啊。在这里面呢，我就打开新闻页面，是不是这个 intent？ 好， intent。 好，又一个 intent， 又一个 intent。 好，这里上下文重记一下，上下文就是 news， 不用 news tag 了，这是 myContext 啊，myContext。 然后呢，这里显示什么呢？就是那个 news detail activity 是吧？啊， news detail 那个是 activity 打头的吗？ news detail activity 是吧？啊，找到了。好，点 class， 然后呢启动一下 start activity， start。找不到，找不到，它是在上下文里的是吧？啊 ，myContext 点 start activity。 好，传递过来。好，那传递过来的话，你是不是应该把 URL 给它传递过去啊？好，这个 URL 呢，咱们看一下，新闻下面这个是从数据里面获取到，是不是就是正常的？是不是要0.0.2？啊，那之后呢，咱们就不用改了。好，直接就是把这个数据给它扔过来就行了。好 ，intent 点 put 一个 s 出来。好，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 news URL。好，或者什么呢？或者你为了方便操作，防止你你记忆力很差是吧？啊，这边有个常用的封装，啊，就是 news URL。
news detail 的 URL 是吧？好 ，news detail URL 好。那现在呢，我们在这里面就不用去记它的名字了，直接一点就行了。啊，就是 news detail URL， 把这个 values 呢，就是咱们这个值。好，然后把这个值呢传递给这个页面，传递给这个页面。先看一下那个能否调通啊。好，新闻中心往上大两行，是不是新闻页面？好，已经调通了。调通之后呢，咱们就可以写这个专注的去写这个新闻详情页面了，是吧？好，这个。